出来了，看，跟尾山，好，跟尾山，所以我们随时穿插一些好测试的进来。跟尾山呢，这个卦是震为离的续卦，为什么是震为离续的？物动啊，终止。万物，天底下万物再怎么动好了，你是劳力士表再动也好了，方能表动它也会停下来。哦，物动它的结果终会止。哦，所以呢，止字受字那个震为离的续卦就是讲跟为止。哦，跟止是道，跟从山的象，山从山的象，所以呢，它有安重。坚实的象，好，坚实之象。那上卦和下卦，上卦也是根嘛，下卦也是根，叫做上子下进，哦，根为山。所以你看到老和尚坐里面啊，动都不动。哦，有的人呢，花和尚上面也不动，鼻子刚在动啊，心在动啊，明心在动，好，就不是。根为子，根为山，哦，像我们介绍的续卦三天，哦，这个大畜封天小畜小续卦，续卦本身也是子，但是续的子呢，续的子啊，哦，是以强力用力去指它的力子啊，哦，那根为子呢是安子，这两个不一样啊，哦，安子知道如何安于子，对不对？安于子，哦，所以你看那个和尚在说道的时候打坐的时候，怎么打坐？怎么老是他打坐鱼尾纹那么多啊？哦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什么朱雀那么明亮吗？人家欲望在动的时候，都朱雀很红的哈。那这个知道是安于子之道，哦，进入人间道，哦，人间道，人间道呢，他就提出来第一点。易经说，人之所以啊不止，人之所以会有欲望不停止，我们选哦，我有欲也，他心里有闪耀，所以他就不会止。哦，那在佛学里面讲了，眼睛看到了，你比较不容易止；看不到了就比较容易止，所以叫背。背后看不到的，背后看不到的都能止，都比较能止。所以眼睛看到东西等于不要看到东西，你就不会生欲望。他这句话《易经》的意思也是这样讲：易经说，你看到不是你的，你根本当时没看到算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到那个东西是用那个东西，你就有欲望了。哦，所以呢，人呐，啊，《易经》说人，《易经》就提出来，人人呐，啊，一个人呐，啊，能够无我，好，哦，则止矣。现在人呢，啊，就是不会无我，我很重要哦，我是总统哦，所以我不能死哦。你让你死掉，那台湾明天还是计程车照拍，班不照上，我今天还在照批八字啊，对不对？药房也照样开门啊，医院急诊室也开，飞机也开啊，全世界也开啊，你哪那么重要啊？好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把自己想得太重要。好，因为你把当你自己把菜通了，你不止懂不懂我意思？你不会去止啊。哦。当然我们有一个天机在里面，我不能讲哦。好，我们有很厉害一个人在上面。好，这个人呢知道这种状况很厉害。好，闪。好，乌音啊。好，这个人很厉害哈。有 他很聪明，因为天官好像有天官给他讲。好，那他提出来了。他说啊，如果你是圣人，已经算圣人了，那个人现在还讲我们那个有一个人很想做圣人了，做总统算什么？我要当圣人。好，圣人呢，他能死啊，这个天下呢顺治，顺他的治。那如果使天下顺他的治，并不是非宜啊，不则啊，哦，规范。并不是给人民有规范，有个法则来规范你，用规范来使天下顺治，这个不是圣人之道。圣人之道呢，他能够使民啊，
使天下的老百姓使民呢安于子，对不对？能够使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毫无欲望，大家都很愉快，这是圣，这个才叫做圣人呢。你搞了半天呢，大家都来反对，来骂你，好，你说是不是？我挑拨离间一下，你是某部长的话，你被利用还是当傀儡？你一辈子就这样子，到晚年晚节不保，被留着当傀儡，这是猪啊！好，这是蠢，真是蠢。好，所以呢，君子和小人呢不一样，这是圣人啊，君子观子之道，哦。自安于其位，好，按照他的位置上，好，不出其职，好，不超出他的，不逾矩，不超出他的范围。这个小人呢，就不是这样子的。小人呢，他不知道。要子之道，好，他不晓得什么叫做要子啊，进退要有据啊，他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好，进则为欲啊，他心里有什么他就去做，他就来要，但他不知道子，好，不知道停止，哦，所以能够知止的人呢、啊，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，哦，知止的人。这种人我一定会帮他的。进则为也，所以呢，《易经》上面呢都是招咎、招凶、占卜。如果卜卦一丢，哎，艮为山，老师啊，什么五鬼人山在哪里？冲家，你看，侯上东北至，侯执文书，官吏直进，三人神系神相系，那个系伯在一起。侯上有东北字，第一个，侯吧，等一下哈，后也，等候的状况，停待在那边，事情停滞不前。东北字呢，诚信，好，诚信，当然侯姓也是啦。如果侯字文书，后代公文呢？等在那边准等待命令公文，后代公文命令制，对吧？等待命令到来。第三个呢，官吏直进，哦，代表清明之大官人，哦。那测字的时候要记得有同音，如果是商机，如果来补商机啊，这个商机这个进就变成什么？竞争的竞一样了，变成竞争的竞。好，三人那个神香细胞在一起，就是三个人都受牵累遭诉讼，好，三人受牵累，好，三人牵连啊，好，这一定会遭到诉讼。所以如果有个人来找你卜卦，哎，你现在看我这个事情的结果是什么，一卜到你们是三个人在一票了，一定三个人去，好，连串在一起，好，那也可以说三人成众，你看这不是众吗？好，艮为山，好，三子居三子位，阳宅。第一个，科甲呢？很兴旺，所以儿子做儿子会读书都读得很好，还有呢身体非常的健康，啊，平安。第三个呢，婚姻顺利，好，顺利。第四个，这个科甲好，公职大利，啊，当官大利。第五个，你这个儿子啊，天生的进退有据。好，进退都有依据。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进退失据，他出来的时候老是感觉到说别人应该，你应该要对我好，你应该要对我怎么样，从来没想到自己对人家怎么样。哦，这种人很多，
哦，就会造成你们很多很多困，有能力的人很困扰，知不知道？哦，梦晚上做个梦，晚上好做搞来比较累。